啊，这师傅这压没压着？土落下去了吗？你让它落去。哎呀，我说小，他浇一苗啊，这苗拱出来了，再给土拱成硬盖子，这水让他给它浇下去，然后始终在那个苗上顶着，那浇上底下那个苗堆都露出来了，土挺高了。车三轮给他开哪去？开哪场去？刚才肥场了，回来啊，给咱看看苗，苗瞅着长得还不错。干啥庆生？啊？干啥的？掺点白面，搞点包面，真的汤。哦，青木蒜。嗯。你把蒜扔了呀？挖点是不能挖的。啥时候挖的呀？下午。这家伙改成什么了？咋大洋葱了呀？我下午挖完青菜，我就上你这拉去。不是，那得整点鸡蛋酱啊。直接整点呗。这玩意你不炸点酱，那能好吃吗？啊？啊？鸡蛋咋的？不是跟他买的，你家买的。你去啊？我去了，人家明天的。就明天。小铲车。小铲车把土够。嗯。能土吗？就怕打雾。就怕打雾啊。啊，不要紧，到地没打地就完。多深呢？画的，就一圈来身吧。你整的是啥呀吗？啊？你整的是啥玩意儿？疙瘩汤吗？不是，片儿汤。片儿汤啊？搞点泡面，搞点白子。啊。切那个。倒碎的，倒栗子。倒碎子，就是收那个一粒。地里汤。嗯。来这还行。青木蒜没挖着。嘿嘿嘿。前些到。它没发光，看不着。啊！一发光全土。倒碎全在露出来了。嗯，全露出一粒。能八米吗？不能，我哑了。啊。晚上不雨啊，黑天不能雨啊，白天不能雨啊。啊，不是的，要不然晚了。那你在那想这些年，一点鱼不会整吗？这吃鱼行了。一开始去的时候，那家伙那苞米，他们庄家这理财他们就偷他们换酒喝。是啥呀？我记得我跟你爸那就三年。嗯。你爸就在那养猪场，搞那袋子，哎呀，就驮那饭袋吧袋，就这么大一块一块的鱼，就往那哪拖。往你家。嗯。你奶说的，又吃大米、白面，不是这吃大米还有鱼。嗯。那完饭呢，搞灶呢，上那个就上那个外头蒯。上水沟里蒯去。啊，上水沟里蒯去，完就捞上。
捞完饭去款去捞都赶趟，他这鱼都那么厚。这是鱼吗？钩铁钩啥的。跟那老太说的，捞完饭上那上外头去捆。那那谁的呢？有那么厚吗？胡老姑他妈那谁他能抓鱼？去了根儿啊，这玩意儿那鱼都给他挖去，不能让他搁这样整。啥玩意？啊，你看这个在跟前长。门口就是，吃不吃啊？我说吃，吃整两颗。我说你要吃整两颗。昨天来买的，就这些的。要买现在五斤，够不够？够啊！买现在多少斤呢？跑不停啊？啊，挺贵的，我新买多少斤呢？我觉得挺贵的玩意儿。就摸得上，咋的了？掐的不对啊！掐的嘛，你谁吃那玩意儿？这玩意你就不吃了，你不愿意。我身体整得好，干那埋的劲儿是吧？吃吧。吃完呀？你咋早睡了那我不早睡，你不是给我毛子驮我？我说你让你驮，你不干。你为啥睡呀？我就奔这嘎去的呗。你没看着吗？我看有人走路没了呢，我看。走远了呗，走走没了。那走走上哪去了？没了。干活着呢。咋说？再也没看着人。我走那咱，你好像跟小房前面坐着呢。是啊，我在那。啊？那你瞅着我了。我看一个人吧，再瞅我没了。再瞅就没了。